大家好，欢迎收看 Smart 投资教室啊。过去一年来，因为美国的暴力升息哦，让债券价格在低档，然后殖利率来到高档哦，所以也就是说，投资人很有机会未来是一个债息哦跟价差双赚的一个好的机会。那在这个难得的时刻呢，我们就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的投资专家股市宪哥，宪哥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市场的投资机会以及他的投资的方法。我们先请宪哥跟大家打个招呼。社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年的美债呢相当热门，我们节目上有很多朋友在问，那我今天想请问一下宪哥，你怎么看这一波的美债这个热潮？那现在真的还可以适合进场布局吗？咱当然有一句话说，阴缘到不用买人熬，就这个时间刚好是过去40年来最美丽的甜蜜点。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们从历史的轨迹来看，在过去有三次的一个升息到降息的循环，比如说1999年、2004年、2015年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只要到升息的终点，今年刚好因为升息的终点站已经到了，就剩下最后一里路。那这一路走完以后，就开始叫降息的循环。那么根据过去这三次的经验来讲，你的像美债来讲，它存续期越长的，它的爆发力越大。那其实在过去三次里面，平均差不多2年到3年的时间，它的获利可以长期的一个美债来讲可以达到40%到50%。那比较短期的也有8%到23%。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投资长期美国债券的最好的时机点。那我这边呢有做一个图表哦，其实有三大理由，可以说在目前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投资点。那理由一呢，就是最佳的买点。我们看最佳买点里面包括指数的长线向上，掌握趋势迎来好时机的这一个表。那目前来讲呢，是严重的超跌。就在去年，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个债券的指数来讲，是40年来跌幅最大的，跌了33%。所以这个时候你去买那个美国的国债，长期的国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买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图表。假设你如果说是一个一般的比较积极的投资人来讲，而且你本身也有在做台股来讲，你也可以用50-50的一个方向，就是50%买美国的一个长债，50%呢你去买台股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报酬率呢更高。那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用过去的一个台股搭配美债，它收益不但不减，而且波动很小。我们来看在过去的几个报酬来看的话，是244.75%，也就是说你用50%的美国长期的公债，再加上50%的台股，那如果单纯的你去买美国长期公债的话，那它的收益率只有94.28%。那如果纯粹去买台股的话，是249.78%，也就是说它变成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在波动减少的情况之下，只要股市它有下跌，那你就是一个防护力、保护力；那股票上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攻击力。也就是说，投资人来讲，进可攻、退可守，让你的资金更极大化，让你的获利一方面能够在稳稳的赚的过程里面，也可以把它极大化。这是目前来看，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投资的策略。那第三个就是掌握收益哦。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债券里面，第一个它有这个债券的一个利息哈，也就殖利率它的一个利息。另外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的一个暴力升息的情况之下，所有的债券价格都跌得相当的深。那这个时候呢，开始降息的时候，它是一个跷跷板的原理。那你那个存续期越长的，就在跷跷板的顶端，也就是说，在你在从升息到降息的过程里面，它的爆发力就会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的。这从过去的经验，我们一开头就已经跟各位报告，像现在几乎全台湾最喜欢买债券的投资人的法人通通进来的，他们也知道从过去的经验它可以复制到这一次，而且这一次是40年来最暴力的一个升息，所以它未来的爆发力会比前三次来的大。那前三次最多的话，它的整个2年到3年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收益率来讲是将近50%，所以这次我个人认为50%应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估算。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超过50%，让所有的台湾喜欢买债券基金的人、债券 ETF 的人都能够在掌握这一波的一个反弹的趋势，然后赚到。赚得满满满的，这样的话呢，对所有投资人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的时机点。好，那宪哥，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利率来到相对的高档，然后这个殖利率很不错哦，所以这个债券 ETF 的这个收益哦，利息的收益也会很好。可是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因为联准会虽然六月暂停升息，但是他这个后面这个会议记录也讲了，他还没有要完全停止升息哦，所以后面可能还有升息的动作。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觉得如果后面的继续有一点升息的这个幅度的话，那你觉得会对这个债券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的，那从联准会的角度来讲啊，当然我们没办法去预测哦，联准会未来的他到底要再升一码还是升两码哈，升两次哈。但是以这个上个月公布出来的一个 CPI 来讲是3%，但是它的核心的 CPI 是4.8%，也就是说目前来讲，对联准会来讲，它可能还会有一两次的一个升息的机会，不过那也是最后一里路。一般来讲，从过去的经验来讲，当最后一里路的时候，你不能等到完全知道说已经停息了你再进场，你应该要提前进场。因为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一个投资的策略里面呢，你不可能说你已经知道利空出尽了，你再进场，那时候大家已经挤破头了，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用投资策略来作为你在资产标配里面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因为我本身也有买这个美债哈，那我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比如说8月、9月、10月、11月啊，那每个月就分批买，然后等到确定利空出尽的时候，再单笔整个压下去，那这样的话我就开始不卖了。那这样你就换个一年多、两年、三年，你就可以稳稳的去赚那50%。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会比较好。那另外以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就剩下最后的最后那一点点、一点点的时间，所以你如果没有把握这个黄金期的话，可能到时候就像公车一样，你没有挤上这一班公车，你等到下一班可能还要再等10年。这真的是现在如果错过这一波这个债券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了。因为我们过去这10年来看哦，这个债券价格要到这么低，然后殖利率要到这么高，真的是非常难看到一个这个机会哦。对，那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趋势之后，我们也想了解，有什么样的好的投资工具可以让我们来投资哦。那我最近稍微在研究的时候，我有注意到哦，最近有一档这个新的 ETF， 这个统一美债20年的00931B， 我有注意到它有一个特色，我觉得蛮不错。因为我之前节目上也很多朋友在问说，对，债券 ETF 为什么都没有收益平准金？但我发现它有设计这个机制，对，那它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宪哥可以帮我们来解析一下。好，那我刚好呢也做了一点功课，也带了一个图表，我们来看这个图表。它是属于钻石四稀的一个属性。比如说第一个，它的高信评。那一般来讲美债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倒闭的，所以叫做没有违约的一个债券。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收息，在所有那目前来讲三大信评公司来讲，都是它的信评都是3A的，所以美债的20年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呢，它是现金流，因为它现在台湾人就喜欢就是月月配、季季配嘛，那它现在每年都会分四季来配，而且呢，因为它有刚刚讲的这个平准基金的一个机制来讲，它的配息就会非常稳定。那以前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因为大家知道很好又冲进去等等，就是去削弱了它配息的一个，它的殖利率会被削弱。它现在平准基金以后，比如说它每一季来讲加起来每年的话应该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你每年如果说你预期它有4%的一个利息收入的话，几乎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满足点。那对很多的一些存股族来讲，他就不会心里面忐忑不安，说啊，我这个月的一个费用啦，我小孩子的一个开学啦，我要用到哪边啦，这个时候呢，你的资金的一个配置就会比较安全。那再来的话是最亲民的价格亲民，
一万五呢，你就可以买一张。嗯，不要像以其他的，你可能要四五万才买一张。嗯，那很多投资朋友都跟我讲说，哎，我只能买那个零股，对，这个不用，你一下子就可以买一张，可以买两张。那你如果说每个月买一张的话，一年就十二张，哇，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档对小资族来讲，对纯股族来讲，是一个最亲民的一个美债二十年的 ETF。那另外是超便利的，其实现在来讲 ，ETF 本身它就非常便利嘛，因为它是既是基金，它又是股票，它有基金的优点，没有基金的缺点；它有股票的优点，没有股票的缺点。你在我们一般来讲，不管是你一开始的话到投信公司去买，还是说你以后的话在我们的市场里面每天可以交易等等，你不用到美国去吧，因为你买美国公债，你晚上不睡觉，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门槛也差很多啊。一般来讲，对我们那些小资族来讲，一般投资朋友来讲，我想要参与这个盛会，我想要跨入这个门槛，但坦白讲，我的口袋没有像巴菲特那么深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去买这样 ETF， 你就可以满足你可以参与的这样的愿望。当你跨入这个投资的门槛以后，那你就可以用小钱滚出了一个大未来。那对很多的，我觉得在最近来讲，台湾已经有六百万人哦，这个受益人在 ETF 里面，而且都赚得钵满盆满的。那这些人，当你我们在养成一个习惯以后，你就会继续的，尤其是当你有回馈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好习惯继续做下去嘛。所以常常讲说，复杂的事情简单做，你就是一个专家；简单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一个赢家。那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就是买买买就对了。平准金刚才信哥讲的真的也是很好，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个大家的这个配息收益呢，全年度呢就是更平稳一点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好处，我自己也很喜欢。但另外我也有注意到有一点，它的这个经理费好像也蛮低的哦，信哥怎么看？对，社长你可能是帮小资主在问吧，那你社长的身份不会考虑到这个。那我刚好做了一个图表，我们来看这个图表哈。那这个图表里面第一个就是收益平准基金的机制，在目前来讲，七档已经有七档美债二十年的一个美债的 ETF 里面，我们是唯一的哈。那第二个就是发行价格，我刚才有讲过是最亲民的，只有15块，也就是15000可以买一张。第三个就是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管理会这个部分来讲，都是比别人便宜。那很多人就问说啊，便宜多少？我觉得对小资族来讲哦，真的是每一分钱、每一块钱都是辛苦钱，都是血汗钱。能够多赚一块、多赚10块、多赚100块，我觉得都是应该的哦。所以这一档来讲，是你目前来看所有七档里面，我们超级的比一比。那从这三个优胜就已经拿到三个冠军了。那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我跟所有的一个观众朋友做一个推荐的，美债二十年的 ETF。接下来我也想跟宪哥挖掘一下，因为你自己是投资高手啊，那你自己投资美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投资的秘诀？那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一些族群很适合这样的商品？好。那我不敢讲是投资高手，但是我在股市里面已经40几年了，那也看过每一次的一个所谓的循环周期。那债券的循环周期里面，我认为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可能最后一次、最后两次的一个最甜美的一个机会，所以绝对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所以我把这次机会，这个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值跟个人的想法、个人的做法，也跟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个分享。那其实，在目前来看，我们来看一个表哦。其实，在目前这一档的 ETF 里面，它适合几个族群。第一个是退休族。那像我来讲，我已经也接近退休了。那像我这个年纪来讲，已经没有冒险的本钱，但是我有输不起的压力。所以你买这一档来讲，那你不管是保本的一个角度来讲，每年的固定的配息，还有未来2年到3年的40%到50%的预期的收益等等，都让退休族可以充分的去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你不要为了你买的股票在那边七上八下，这样的话，一共你心中动不掉哈。那第二个就是纯股，这个纯股族哈。那纯股族来讲，一般来讲，既然会用纯股族的这些年轻朋友，他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中收入。
入的，那他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收益。我们知道开门七件事以前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最近听说改的开门七件事改成钱钱钱钱钱，所以你现在你不开门也要钱啊、嗯、那这个时候你能够每个月叮咚叮咚，那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个月，但是我每一季给你叮咚叮咚进来，哎，你这笔钱你就可以完全的在事先规划里面，你这一季我要做什么事情，这三个月我要做什么事情，这另外三个月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安然的度过，你心里面就完全没有挂碍，可以把你100%的精力去冲刺你的事业，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就好了。另外对小资主来讲，我想很多人都是一开始99%的人几乎都是输在起跑点，你不可能出来很多钱，我一个月薪水只有3万，我一个薪水只有5万，只有8万，那这些小资主来讲，哎，你也是第一个，你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第一次的机会跨入这个门槛，那未来的2年3年可以赚这个50%，对你来讲，哇，你资金的一个滚动就很快。我们知道巴菲特的滚这个雪球效应里面，第一个找到湿的雪，我已经帮你找到了，这是一个湿的雪，第二个找到长的坡，2年到3年，然后就会慢慢的小钱滚出大钱来，这是对小资主来讲一个非常好的。那对股票市场来讲，我想很多的一个投资人来讲，在股票市场真的三天如果没做股票冰冰削削掉没关系，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长枪配短刀，那长枪呢就是美债20年的 ETF，因为你可能买了以后就可以放着啊，那放着2年3年，那在50%你放在这边，另外50%你去做股票。那我们刚刚在前面的问题里面有讲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它的获利会让你波动减少，而获利并没有减少，把你的一个获利极大化，这是对有赚钱的人来讲。那如果你在过去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股票市场里面可能有亏点小钱啊，还有跟不上股票的角度，那这样的话你也要稍微反省一下，是不是你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股票市场，这样风险太大了，因为市场的波动太大。那你也是一样，50%的你就放在美债20%的一个 ETF， 另外50%做股票。另外还有一些人说啊，我都弄要不走哎，这一次试看看哦，你就全部都压在美债里面哦，压下去，然后你只要尝到第一次的甜头，我们人都是有一个习惯哈，只要尝到甜头以后，后面你就照着这样成功模式去做就好了。这样的话，我跟你讲，财神爷他就自动找上你。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仙哥的分享哦，帮我们说了市场的趋势哦，有好的商品啊，还有这个投资的机会哦。特别他真的非常无私的贡献了自己的投资心法啊。那我们也希望投资人能够把握这一次这个美国国债一个非常良好的难得的一个投资的契机哦，不管是单笔买哦，或是定期定额买哦。你只要那个坚持纪律呢做下去哦，不要犹豫，那你就会是长期的赢家。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啊 ，Smart 投资教室，我们下次见，拜拜。